想你的世界和你眼神都相同，当你心中的彩虹穿行在巅峰，而我就在你身边，心也随着你跳动。你要我去第九事业部啊？是啊。你不是在耍我吧？我在你眼里是这么无聊的人吗？嗯，是啊。真的不去第九事业部？不去。你先别急着拒绝我呀。那我好好考虑一下。不去。其实我觉得三 A 更适合。你觉得？我在乙女得心应手，谁告诉你我更适合三 A 的？你啊。哦，你们看到了，这只是我闲得发慌随便画的。从作品的完成度来判断，应该不是闲得发慌画的吧？而且你最近几幅原画的风格跟狭路非常契合。你就这么自信我想去三 A？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，狭路其中的人物被泄露想必你也知道了，目前需要突破原有设定，而我的美术组太过熟悉人设，很难在短时间之内突破设定上的束缚，我现在急需注入新的想法。这么机密的事情顾总没必要告诉我吧？而且公司里想去第九事业部的人多了是了。你之前面试画的那幅就不错呀，而且从能力上来说我相信你。如果你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告诉我，公是公私是私，你不必有顾虑。顾总你多虑了，我公私分明的。私事上呢我们已经翻篇了，至于公事上我拒绝。不急，你可以再想想。你就这么直白的拒绝他了？简直比他拒绝我的时候还要干脆。一点都没考虑啊。哎，其实我挺向往第九事业部那些原画的，也是受了他们的启发我才画了那个女侠，但是第九事业部我没经验啊，那里面的人可都是真枪实弹的大神啊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？我呢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谦虚了，而且我不想见到顾旭。哼，还是为情所困。哎，我不跟你说，我想起来我快递忘了拿。这箱子怎么这么大？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是忘了我们两个住对门了吗？嗯。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又不重。我是说帮你拿奶茶。不用了，怕累着你了。你小心。我这嘴。哎，左边有路障，哎，慢点。
小心推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要不要自行车？不好意思。不用。哎呀，一个大男人，你不帮人家拿东西，在这当导盲犬啊？哎呦，现在的男人啊。小心。这个奶茶很好喝吗？你呢？你呢？看什么看？导盲狗。哎，这个是拿到小区后门的。什么东西啊？给流浪狗买的狗窝，防风挡雨。我和小区物业说好了，就把狗窝放在这儿。行，那我帮你装吧，你回去吧。不用我来装吗？毕竟是我发起的。没事，你一个人就行。好啊，那我给你看一下啊。就这种。哦，折叠的嘛，很快的，放心吧。你加油，明天路过的时候检查结果啊。说好的折叠呢？前门，后门。这也没有螺丝刀啊。什么叫虐呀、啊？而且我看他挺自愿的，不是？再说了，一般电视剧里这种情况都要大雨瓢泼、鹅毛大雪才叫虐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像真的打雷了。真行，上天都在帮你。哎，我先挂了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我要不要？给他送把伞，切，他的死活关我屁事。从白天干到现在都没干完啊，我这都要交班了，先走了。哎，我就知道他不会一直待在这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视察工作啊，巧了，这不就遇见你，半途而废了吗？我去拿手电筒了，你快回家吧，下雨了，天凉。放心吧，明早之前肯定弄好。那你弄吧。
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。不许回头，别看我。相遇的瞬间，又是熟悉的感觉，记得我吗？在某一天擦肩而过，然后开始想念，想一个人一天，惊讶于我的改变，多复杂的考验，简单聊聊天，在你的左边心温暖一点，你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。看什么看，不要回头。别回头，要什么我给你。螺丝钉。是这个吗？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，开始无法控制，想你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我这还差一个门，马上就好。叶倩玲，我是真心希望你可以来第九事业部工作，我们很需要你，就算你不想和我做朋友，但你可以考虑一下做工作伙伴嘛，怎么样？第九事业部考虑一下。大家在吗？问你们哦，我有一个朋友。直接说你自己。行吧，就是我。我呢是做手游原画的，人美心善能力强。最近另外一个部门找我画3A原画，你们觉得我要不要答应啊？那你想做吗？很纠结。毕竟没有做过，就只是爱好尝试了一下。虽然很想试试，但万一自己能力不足，岂不是拖人后腿？那你还是放弃吧，别去给人添堵了。什么叫添堵？我虽然没有经验，但是画得很好的。也许是你自以为画得好呢，还是别去了，万一搞砸了还会坏自己名声。我的名声？前几天早就在对方面前坏完了，找我的人就是顾勋。哥们儿，我跟骆驼用激将法刺激小麻花是在帮你啊，坏人我们都做了，你自己给点力啊。小麻花，你说三 A 是你的爱好，你是真心喜欢吗？怎么说呢，虽然偶尔也玩三 A 游戏，但我确实是因为喜欢顾寻才去了解三 A 的。我呢，专业是美术，又喜欢打游戏，实习工作自然而然就往自己感兴趣的游戏原画师去找，进的是乙女项目一部，不算很喜欢吧，但也做得得心应手。后来顾寻带着他的创业团队进入我们公司，说要做出中国第一款三 A 游戏，我当时既震惊又崇拜。
就利用业余时间去了解了一下三 A 游戏。如果他知道你是因为他才开始尝试三 A， 应该会很欣慰。自从在 reset 上尝试了这种画风后，他得到了很多粉丝的认可，得到了认可后呢，就更加跃跃欲试了。说明你很有潜力啊，你去试一试吧，就算最后失败了，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。嗯，你说的没错啊，过去学点新东西也不错。你打游戏这么有冲劲儿，工作上更要冲一把呀。嗯，校草，你光顾着帮小麻花分析有利的一面，可人家刚被那个顾寻拒绝，还要一起工作，有顾虑是很正常的。是啊，要我说呀，你就难为难为这个顾寻，至少让他表达出邀请你的诚意。你等解气了再去他部门。也是一个办法。哎，我好烦呐。狭路除了风格上的突破呢，在技术上引擎也做了优化升级。相对于其他游戏而言，狭路的问世在国内外将会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儿。对呀，如果狭路到时候真的能够做出来，我想在国内一定会引起一波热度，那我们这些博主也能沾光了呀。对，可能我不这么想吧，因为我写了这么多年的国产游戏的分析帖，咱们自己的游戏做成什么样我们自己心里应该都有数，尤其是这个古风游戏啊，人物门派爱恨情仇哪个不是抄来抄去的呀，所以说侠路这款游戏会不会也是啊？这个我们 HC 两年前出的古风游戏《明月刀》，主角人萧一出场就是邪教的反派大 boss， 这是之前任何一款国内游戏都没有出过的。还有去年的《望山》在游戏展上拿下了最受网友欢迎的原创人物奖。我们 HC 出的原创人物都是经过我们的精心构思，每一个人物都赋予了最最鲜活的人物经历和性格的，这一点你们可以完全放心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啊，好，那今天谢谢各位啊，期待看到各位明天在网上各抒己见啊。行，好，行，辛苦。好嘞，好，辛苦辛苦辛苦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平时也会打打游戏。小姐，你平常玩什么游戏啊？打呀。你玩什么游戏啊？小姐姐，哎，我也玩。你刚说的那个，我真的太想玩了。哎，你平常是不是也玩游戏？我不怎么玩游戏。哎，没事，加个好友，一会儿一起玩。好。哎，那我也加一个。你不加游戏啊？哎，我们也加一个吧。哎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啊。啊，没事。哎呀，这他打游戏太菜了，你们倒是加我的。最近新出了一批吸血装备，我到时候一人给你们整一套。真的？必须的嘛。哎，好，说话算话啊。好，一定。啊，太好了。我太想要那个了，是吧？我就一直想弄那个，每次都抽不着。来，今天你多吃点。今天呢，采访很成功，咱们不仅完成了任务，还争取到了后面免费的宣传。哎，不过有一点啊，我还得自掏腰包给他们买装备。哎，都怪我，是我没做好。晨曦，性格内向一点没关系，工作没经验我也可以教你，有问题咱俩就一块克服，你千万不能知难而退，打退堂鼓啊。哦，来干一个。蒋总是不是看到我的辞职信了？哎，你愣着干嘛呢？这里要倒酒啊。哦，对，
你呢？是我的人，有问题我罩着你。但是有一点啊，有事儿好好说，不要害怕。那我该怎么做？该怎么做？那就先从喊单开始练胆量吧。你让老板来五串肥肠，五串腰子。喊单？啊。老板，五串肥肠，五串腰子。不是这么轻啊，我都听不清楚，老板能听见吗？大声。老板，五串肥肠，五串腰子。我告。老板，五串肥肠，五串腰子。再大声。五串肥肠，五串腰子。哎，好嘞，听到听到啊。对啊。来，再走一个。啊，好。来。蒋总人好好啊，我还是跟着他干，不走了吧。吃。哦。喂，师傅。哦，您帮我放在外卖架上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啊。新家怎么样啊？舒服吗？做个美梦吧。不到他关注三 A， 是因为我。今天这炸鸡这么好吃啊！水也这么甜。师傅，你说那外卖放在架子上，可架子上根本就没有啊！我鞋架上也没有，家门口也没有。那个外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你说你不知道，你说你不知道，那我问谁？我怎么知道？喂，喂，外卖找不到了。你有没有觉得你离我家门太近了？要不我陪你去看看监控吧，没准能找到。也行。要是让我知道是谁拿了我的外卖，我弄死他。东西贵重吗？全国只有10000套，能不贵重吗？那肯定是被人拿走了，那赶紧报警啊。如果真被人拿走了，我认识几个律师朋友，可以介绍给你。就这个。全国就剩10000只炸鸡了，《甄嬛传》限量套餐，我掐点抢的，全国只有10000套。是你啊，顾雪？不不，这肯定是误会，我拿的明明是自己的外卖，我。
外卖我刚送到小区了，然后我要去拿回来的时候，结果客人已经吃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等下再给你行吗？难怪我拿的时候只有一份。我要找律师。怎么拿外卖都不看人名字的呀？骑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门口只有这一个。我看里面是我点的东西，我……要不然我赔你一个吧？不，我赔你一套。怎么赔？总共八款，一共一万套，定时发售，售完不补，怎么赔？那如果我集齐的话，你会考虑我的提议吗？嗯，可以呀。但是。不准高价回收，不准找代购。如果你自己集齐的话，我还勉强可以考虑一下，毕竟有诚意啊。如果有隐藏款就更好了。嗯，行。吃鸡容易，集娘娘难。这种人的话怎么能行？一会儿我打车，先送你，安全点。谢谢蒋总。吃鸡。你会功夫？我学过空手道，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柯南，喜欢小兰，就去学了。你这中二魂燃烧十几年啊，蛮可爱的。学着学着觉得挺解压的，就坚持下来了。看来我得重新认识一下你了。走吧。睡到自然醒，竟然就是月千灵。估计你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的同一个人啊！哎，说真的，你是单纯想让小麻花来第九事业部工作呢，还是公私分明？当然是让他来负责原画了。啊，公私分明。他跟我说，只要我集齐八个手办，就能答应我的邀请。这事不难办。慢点儿。对你来说确实不难哈。你倒是自己吃啊！我都快吐死了。加油，我昨天已经吐过了。阿姨，还没吃呢吧？哎呀，顾总啊，怎么又送这么多啊？顾总，阿姨没生女儿你是知道的呀。阿姨，那这来。那好吧。我去看看还有谁要吃。辛苦啊。我说到做到，你答应我考虑的事儿别忘了。还真集齐。哇，你居然收集齐了一套。我超喜欢这个，我一天五顿他们家套餐，只收集到了三个不重样的。这个大橘太可爱了，我看一看，太可爱了吧？这个是别人送的，嗯，准确的说是他弄丢了我一个，答应送我一整套。什么叫做送你？这是你讹来的吧？哎，他自己愿意的好不好？那你这朋友很有诚意啊。你也觉得他有诚意？那当然了，你看他又出钱，又用心，又信守承诺，说到做到，知足吧你。嗯。
借。蒋总。嗯。身为一个优秀团队中的一员，我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只满足于完成日常的工作，更加应该及时去学习深造，为团队创造价值。嗯，说重点。就是我想利用业余的时间再去学习一下。想法不错呀。那你打算去哪儿深造啊？第九事业部。去哪儿？第九事业部。想都别想。不是蒋总，我认为无论哪种风格的游戏，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融会贯通的。如果我去第九事业部呢，对于我们项目一部来说也是有非常多的帮助。你那些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？不同意，出去。蒋总，你听我说完。出去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咱们手游用户已经增加5%了，这点知道了。行，你先去吧。我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江总，最近欧美出了一款女性向的三 A 游戏，我试玩了一下，觉得非常有意思，我们可以尝试。你下哦。下周吧，各部门把所有的方案交给我，能不能完成？能。好的。好的。哎，江总，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副本已经出来了，你要不要看一眼？不是，我给你讲一下，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副本。你去办公室等我。江总，你去屋里等我。江总，我认为去第九事业部学习，对于美术组的人来说是很有必要的。毕竟现在的玩家不单单满足于我已经说了，想都别想。我先去开会了。真的是怕了你了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能保证质量完成部门的工作，并且用业余的时间去第九事业部学习，并且把这两天所有的事项都给完成，我就同意。真的吗？谢谢蒋总，我绝对不耽误项目一部的本职工作。新的人物画稿我会和主美商量好，早点交给您。后面的工作计划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谢谢蒋总。顾总好手段啊，又想抢我人是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次不可能。嗯，亚米大玩家什么意思啊？游戏大 V 博主亚米大玩家，粉丝量上千万，用户粘性也高，他的采访想必你也知道，给钱也没用。怎么着，他愿意帮你宣传呗？我跟他有交情，可以推荐啊，恋爱经纪人。这个岳千灵对你这么重要？他对我重要，这个采访对你也很重要。你最会权衡利弊了，是稳赚不赔还是阴谋诡计，自己判断。顾总，蒋总他同意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？随时可以。好，我想先喝点水。岳千灵，别喝这儿的水，
这里的水是比较高贵，是吗？等一下，我的意思是帮你开一瓶。谢谢。你要干嘛？我想吃点那个零食。第一眼直觉，空气微甜，呼吸在快定格瞬间，想接近一点，告诉你从前是谁，我们浪漫时间。星星降落，下一秒就照亮了我，故意就想在你左右，想你会看到我。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告白的画面幻想一千遍，心跳怎么跳动，找不到时间，甜蜜眨眼，你就在我眼前，告白终于是靠一瞬的点赞。我不存在，没什么身份证。哎，哥们儿，这是换路线了。闭嘴吧。小麻花应该不吃壁咚这一套吧？你就不怕适得其反？哎，说正事儿，你把小麻花微信推给我呗。既然都是同事了，以后我跟他对接工作啊。你渴吗？嗯。打游戏吗？你连他微信都没加啊？啥也不是你。第九事业不好玩吗？那顾总人怎么样？他好相处吗？嗯，极其不好相处。极其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感觉他看着还行啊，那你完了，你以后日子不好过了。要不然，你去试试。我不敢。我觉得我现在的日子都已经差不多了，这项目一部都挺忙的，你还别说。说曹操，曹操到哎！快别说了，不然他以为我们在偷看。我来倒果汁，没想到真的被倒了果汁。哦，那个，你这个衣服多少钱？我赔你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洗洗就行。那我，你把收款码给我，给你转干洗费。那个100块钱够不够？可以。你干嘛？加个微信吧。也行，毕竟以后还要对接工作。
你别动我，我对男人过敏。小麻花应该不吃壁咚这一套吧？你就不怕适得其反？你就嘎了，怎么了？切，装神秘。怎么了嘛？谁啊？没事。去，你才装神秘。无数的想念。熟悉的感觉，记得我吗？早一天，擦肩而过，然后开始想念。想一个人一天，惊讶于我的改变，多复杂的考验。简单聊聊天，在你的左边，心温暖一点。你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。我心跳热烈，开始无法控制想你的一切。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。每一天，我的梦为你实现。嫉妒和失眠决定忘记你一些，但是想念加倍出现，想你了解。不行啊，哎，月千灵，你在干什么？假的假的假的，那么多时间啊，都早上。你好，请问是月千灵女士吗？这里是清安市车辆管理所，请您于本周三之前来现场领取驾照。啊，好啊。不过我在外地上班，可以邮寄吗？当时填写方式你勾选的是自取，如果现在邮寄，我们可能需要走流程更改顺序，重新确定时间后再次通知你。啊。那算了算了，我自己回去拿吧。啊，好。千灵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接你啊。哦，叔叔阿姨有事儿，所以我说我来接你了。啊，来，给我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我肯定要好好照顾你的。给我吧，谢谢。这俩，肯定是我妈鞠女士搞的鬼，明明说好让我爸来接我。千灵啊，你这刚毕业，是准备一直留在江城呢，还是说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回秦安？留在江城吧。对了，我爸妈呀，现在只要见到我就催我找女朋友。这么早就催你找女朋友了？对啊，你爸妈不催你吗？不会啊，可能他们舍不得我吧。
也是啊。哎，对了，要是你找男朋友的话，你有什么标准啊？嗯，帅的吧，都行。那你看我怎么样？啊？我开玩笑的。啊，这个江城虽然是好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老家的人靠谱一些。毕竟呢，城市就这么大，而且知根知底，你父母也放心一点。啊。问你个事儿啊，如果一个男生一直追着你问找男朋友的事儿，又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，还不停地暗示他比较合适，那会不会是你被表白了吗？还没。哦，这人谁啊？他是我从小到大的邻居，跟我家关系不错，小时候确实经常一起玩，长大了也会联系。青梅竹马。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。相遇的瞬间，又是熟悉的感觉，记得我吗？在某一天擦肩而过，然后开始想念，想一个人一天，惊讶于我的改变，多复杂的考验，简单聊聊天，在你的左边心温暖一点，你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，开始无法控制想你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嫉妒和失眠决定忘记你一些，但是想念加倍出现，想你了解我的灵感冒险，相拥人海里面，心跳很快的蔓延，心在不停沦陷，用我的直觉，不管多遥远，你是我世界，你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，开始无法控制想你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